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啊！这个我们伟大的祖国啊，迎来73岁生日啊！在这个国庆日到来之际吧，我们还是共同的祝愿啊，这个我们的祖国能够更加繁荣昌盛，能够在未来的那个历史进程当中啊，从辉煌走向辉煌，上更好的台阶，最终实现民族复兴。